第五十三代白玉蟾祖师，东土七代白祖慧玉蟾自如慧号慧琼子，道号白衣居士，乃南岳大帝化身，降生曹溪，是玉六祖被二僧寻追，旧祖隐于家中供养敬上，是无师。六祖见其善根深厚，遂受密法，主以火宅修炼，进度僧尼，命与马祖同掌道统，开化江西庐山说法度众。